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白痴啊！不要乱弹啊！吓死我！你今天好敏感，我好喜欢哦。什么？你很敏感？好了，你可以倒水啊！有漂亮哦，有漂亮哦，你倒水，有漂亮，你快，真的有漂亮，再加一个。啊！你从上。不是啊，白痴！哎呦，又从上面是不是？对啦，把撒到那个白色上面，碎碎碎！哎、欸，你有那个艺术气息耶、欸！拜托，跟又不像你，干你哪、欸？你看我做、欸，你干嘛？你要从头做了？你扩建了是不是？对、啊，我扩建黄了，很难很难接，在讲什么？你就想办法给我接就对了。什么扩？谁、啊、啦？我被那个草泥马吐口水了。为什么啦？你打到他是不是？啊、这边要两个门啊，两个门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这边也做一个门啊，这边也做一个门。啊、我没有那个，你做吧。你再做一个咩？没有了啦。怎么又没了啦？烦耶、欸！好了，动不动就没有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弄。我看看在哪里啊？我盖好了啦。不用了啦，我盖好了，我盖好了。白痴，很早，而且机会从这边跑出去啦！不会啦，机会从这边跑出去？会吧？不会吧？我会啦，不会啦。我们去把鸡引过来，快点快点，小鸡鸡来，小鸡鸡来，这里也有一只臭鸡鸡。白痴会死啦！你要打我啦！你今天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你把鸡都引过来，快点快点。哎、欸，怎么少一只？对，另外一只哎、欸。打差不多哎，搞你北国！你干嘛打他？他就不过来了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带他过来！你看，你看，你打他，他就孤立了啦！可以啦！你看，过来，过来了，过来！想要变成食物的就跟我走，来！他们全部都想变成食物，想要变成我的嘴中的食物的话，就跟我走。我在他面前吃鸡肉给他。嗯，他当时是害怕的。是同类。哎、欸，你打他，他会吐你啦！我走位很好啦。你看，他都吐到自己，我这走位干他贵嘞。他会把鸡吐走，你看，你跳下去了啦，都你啦。哎呦，不要打啦，不要打草泥马啦。那是你的问题，我只带这两只走。啊！来，鸡过来。来，鸡上来，鸡上来，鸡上了，鸡上了。OK， 鸡上河、欸。这个门给我关起来。鸡上河。这个萌。嗯，哇塞！好了，可以让他交配了，交配。哎、欸，你看啦，你家小鸡跑出来了啦，这个门完全没屁用啦，这一点问题一定要解决，拜托。你看鸡都丢走了，那你去弄一个吼。刚刚那个门过来，拿过来这边，那个快点，哪个？鸡都溜出去了，快点把门盖起来。等一下，千万不要慌哈，千万不要慌。哎，在你身上，应该在你身上。找到了啦，白痴的门怎么放在这里？在哪里？这里啊，你敲掉就没有给它盖起来、欸哦。这好粗哦！怎么好粗啦？你在讲什么啦？哎、嗯欸、啊，我的种子哎、欸，找到了种子。我家的鸡全部都绕跑了啦！鸡回来哦，哎、欸，鸡过来哦。我知道你们的主人很白痴。嗯？你这门要关好啊！拜托，一定要关好。欸、你再做一个门好不好？还是你有多个门？啊、你把它另外，你把它开成两个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大只的动物也能进来。2 hours later， 白痴！救命哦！浪费我的树，浪费我的莓果，白痴！这样蜘蛛网是不是啊？看到一起捏滴滴滴网，不要这样，很可怕。我家长蜘蛛网哎、欸，好了，睡觉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报复我哈、喔？啊，好，睡觉。李丁一定在报复我上次在下象棋的时候。哦哟，你真的很坏、欸！不要再放屁给我闻了。臭，走开，很暗，快点，我们先睡觉。等一下，你看你的鸡肉跑进来看你了啦，鸡肉跑过来陪睡了啦。我想插火把，现在没火把啦。
快点睡觉，睡觉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一直拿屁股对着我，很臭，鸡都下蛋了，你到底要睡觉？鸡都下蛋了，快点睡觉，求求你。睡觉。真的，不要再拿屁股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有怪物伸进来了啦！我跌在地上了，我从电脑桌跌下去，你跌个屁蛋啊！快点睡觉了啦！睡觉啊！快安静点睡觉！快点！不要，很臭！你蜡笔小新哦、喔，我要去外面睡了啦！我要跟你分居了！我、天哪、啊，你快点睡，让我求求你让我睡觉好不好？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！等一下，我的肉嘞？什么时候躺平的啦？不讲哎哦！啊，睡好了，睡好了哦哦，今天一定要不输。叮叮叮叮叮叮。除了钱，只有你能让我心动。今天的你跟我儿子一样，一直乱瞧不皮不行。XD， 谢谢妞妞抖内，感谢。嗯。等等啊！嘟嘟嘟，我们家可以用那个楼梯，有没有？用个楼梯在这边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一个水平哎、欸，你要把它盖掉、拆掉。没关系啊，挖掉，然后我们等一下，这边做个阶梯走上去就行了。这边做个阶梯， okay, okay. 这样走上去。好，你在干嘛？你被烧掉了，拜托！你在干嘛？不要来干嘛？哦，你先逃！不要吓我啦！小光，嘿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走向哪？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我舍不得炸这个房间了、啊。你终于舍不得了，是不是、？OK， 那你弄好了吗？弄好了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Okay. 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实况的话，可以再次。你在干什么？今天时光都要结束了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，拜拜！不要哭啦，亲你一下，不要关台了，不要哭啦，我关台了，关台，你不要哭啦，关台了，再见，不要再砸了，不要再砸了。我都发呆了，你还要折磨我？这趴超好笑，这趴我起妈的，你老子，你老子，我操你妈，鸡，这趴超鸡巴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